前点出来，中国队感觉已经是全部退防了。搓到禁区里面，危险了！好像最后曾诚啊，还是用手搓了一下。刚才只有角度发在加拉的没有急啊，着急回位，嗯，等的还是二次进攻，应该越位在先。哎，突然上提的这一下提的非常的漂亮，嗯。肯定判的越位还是没有啊，但是曾诚身体重心已经越出去了，球呢再高一点或者偏一点呢，他再想他稍微有点冒，哎，啊，对，稍微有点心急，没有时间了。但是有点奇怪，这加拉突然一下成为了感觉中锋的感觉，连打这个脚下啊地面配合的时候，也是加拉报仇到中路来射门。另外这个交流平台上也有球迷在说，就是法国队啊一向属于比较慢热的球队，但正像上半时跟大家一起谈到呢，就是因为世界杯真的迫在眉睫了，他可以第一场比赛，因为他跟东道主南非最后一场比赛才交锋小组赛的比赛时候，到那个时候两场比赛结束可能出现的形势啊基本上可能已经明朗了。现在看这个进攻，那法国队如果太过于慢热的话，本届世界杯的征程这困难还是很多。嗯，其实从他各个位置上这个人员的这个搭配，包括上场的队员来讲是有实力的，从他的中卫到边后卫到中前场的队员，单拎出哪一个应该说在世界足坛都是能够叫得上名号响当当的队员。关键就是多梅内克这个捏合能力啊，通过法国队这一段时间的表现来看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其实从上届世界杯之后齐达尼退役，到了这个上届欧洲杯啊，法国意大利呢这个球队的老化呢也寻求了更新啊，里格里突然提动，哎，应该角球，但是呢现在总感觉法国队在前卫线锋线上那个中心啊人员变化不大，嗯啊，就克夫防守线呢，你看现在来自于阿森纳的塞尼亚，包括啊，左边后卫曼联的埃弗拉是变化比较明显。哎呦，后点险些又漏掉了。又是郭库夫啊，在后面快速的插上，郭库夫是有一脚远射的。约翰·扎的防守，里贝里，这法国队传中的质量都不是太高。显然，你看里贝里从右脚跳到左脚，然后左脚传，不是他的主脚啊，传起球来并准心啊，就大打折扣了。嗯。利用联赛的中歇期呢，国家队要进行啊一些系列的热身赛，包括集训，下段集训安排在昆明。国奥队同样，国奥队呢现在在这段时间呢，可能更多的安排跟各个中超队啊打啊一系列的这种热身赛。哦，这是一个英超用的对撞。感谢一个球迷朋友提醒，刚才也是看到了，应该是阿比达尔还在，应该是把这个萨尼亚换了下去，嗯，啊，雷维埃上来打的是这个右边后卫。同时呢，现在法国队看这球没有敲，还是选择停下来格武传中，哎，曾诚这球曾诚啊感觉多少也有点犹豫是吧。多梅内克啊选择他最后决定这个参加世界杯入围这个大名单，包括这些首发球员呢，他还比较侧重啊效力大俱乐部，嗯，啊，而且呢成绩比较好的一些俱乐部作为他的这个最佳人选啊。吉尼亚克也要上了，吉尼亚克上
这个很多这个球迷在发短信交流都在呼唤亨利啊，但是如果换吉尼亚克上的话，他肯定啊一下要换很多队员。嗯，亨利，吉尼亚克，但中国队这边也是要做出换人调整。现在把这个白脸换下了。啊，这名队员是来自天津泰达何阳。何阳呢，也是从去年啊打这个能够打上主力以后，通过尤其是在去年代表天津泰达参加啊亚冠的比赛表现比较突出，最后呢现在成了天津泰达的主力中卫了。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应该是作为何阳第一次啊入围啊国家队，而且代表国家队打这种单说高水平的 A 级赛事。哎，咱们的正面拦截能力还是不错的。嗯，而且在防守当中敢于跟对方拼身体，而且不慌了啊，脚底下带球不是非常慌张的去处理，造成了雷维埃的犯规。球迷也是不禁看到今天法国队这个表现啊，也对他们在世界杯上的前景表示了诸多的担心。嗯，当然如果完全就是按这种状态去打，确实是值得担心。这是吉尼亚克，这样的话在进攻上肯定要做出多线的调整。这次死球啊，形成了一个换人的机会。看看多梅内克啊，怎么来做调整？毕竟在这个留尼旺岛，哦，把里贝里换下了。里贝里是法国队今天表现最活跃，而且感觉投入比赛程度最高的一名队员。肯定没有道理去让吉尼亚克打这个边前卫边锋，估计吉尼亚克是要居中的。如果亨利也上的话，因为我看这个阿内尔卡也下了，如果亨利上的话去打左边锋的可能性比较大。吉尼亚克是换下了里贝里，亨利换下了阿内尔卡，啊，马卢达也下来，上的是迪亚比。迪亚比，看一看法国队在进攻当中这个阵容是怎么来做调整的。戈武在右路应该是不动的。尼亚克、效率啊，图鲁兹，嗯，这个队员，为什么图鲁兹这个咱们说并不是很有名的俱乐部，实力很强的，他能打上去，他是在啊，图鲁兹是他的得分手。这个赛季呢，图鲁兹在法国这个法甲球队当中是踢的是基本上没有几支球队踢这种攻势足球，而他图鲁兹呢，这支球队打的是很有这个自己的特色，就是以进攻为主。于海儿在国家队的位置跟他所在所属的俱乐部打的位置相同的，就是打左边路。这个队员呢就很擅长在左边路这个区域活动，结合球的速度很快啊，具有较强的个人突破能力。朱婷呢上去以后呢就是打在郜林的位置，一直吐在前面，所以高坡的作为他执教国家队以后的打法体系呢是固定啊不变的，那就是一个四五幺的啊这个整体的主体的和这个战术体系。朱顶回撤拿球，曾诚，嗯，法国队现在上抢的非常的积极，从下半时一上来，法国队把这个节奏力图带的比上半时还要快。嗯，那么刚才啊，巴尔维纳也是起身在做准备活动。
巴尔沃埃纳在边路的突破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如果他要是换巴尔沃埃纳上来，可能就